尽量提气的牵拉。以右侧为例，右手放置臀部下面，然后低头，然后向左屈看斜45度方向，然后左手放置耳后，对头微微施加压力，此时会感觉到颈部后侧的外面有稍微的牵拉感。如果紧张的人群的话，他这边会有疼痛。注意事项：肩膀一定要固定，然后下巴一定要微收。